你同我讲，人嘅距离会因为科技进步而越嚟越远。从记得回忆之中，同你第一次见面，我哋好近。我怕你会同其他人一样，又只系打个电话，都净系 send 个 message， 又净系 send 个 message， 到我喺屋企都感觉唔到你。我知道事情始终会消失，但点样保存，总系有得选择。